鞋去洗我的袜子。我要穿高跟鞋去量身高，穿着洗澡，洗澡这个鞋就泡烂了。把你们那个灰色背心拿出来。这样，再我想一下动作。三四五。好累啊，我痛感觉这里破皮了。我感觉我现在的小腿像一颗炸弹一样，随时可能都会炸掉。睡觉的感觉，我说三二一，关灯了哟，快点上床了。好起来。今天早上我们去跑步，跑着跑着呢，我就发现球场上有一群 boy。那个身段来看呢，感觉是一群小帅哥，当时内心还是有一点点的躁动的。然后其中有个男生突然就后来跟我们一起跑了，我们就在想这群男生是要来干嘛呢。魏冰雪，我知道你跳舞很好，继续加油。谢谢。来听冰菜。第一感觉给我不是很好，全身都是气，要要跑起来跑起来那种。没女生理他，他还在那里要要要要要跑起来。突然有一个银色头发宛如漫画少年一般的男生跑了过来，然而他并不是跑向了我。队长为什么脸红啊？队长一直跑第一个。因为我是队长啊。你是队长。对啊，好巧，我也是队长。这个男生还不错，蛮暖的。宋方圆招情的花痴脸，还有李雨欣注意的口水。为了锻炼你们的女友力，我请来了你们的表师哥，是传说中的王校长一手带大的男团 T18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们是 T18。 Girls what y'all trying to do24 Carat Magic Indie。 哇，怎么回事啊？散步啊？跑了跑了，男团人做到你们做的做到，跑步。不可以，我们的队长一个人跑在了前面，把我们丢在了后面，跟他们的队长说悄悄话。队长太棒了，挺会撩妹的，我们队长也跟着屁股后面跑。大家都看得出来，他对那边的队长确实挺有意思的。教头在哪儿啊？我带你们去找教头。怎么还没来呢？怎么还没来呢？该不会跟小鲜肉跑了吧？哎呀！那我可以收工了啊。哎，快点啊，
快点，都快点，好，好，好，很吓人。当水上乐园了，快点来。老师好，老师好。今天上课在这边的原因是因为呢，在水下运动20分钟，等于在地面上运动1小时。待会呢，我们要训练两样，唱歌靠的是什么？肺活量。还有呢？记。还有呢？李宇勋。靠什么？唱歌嘛。对，靠的是什么呢？嘴巴。是，嘴巴很重要。现在呢，跟大家训练一下气，作为示范，待会一起做啊。好。你要先趴着，这样撑着。用你的肚子、腹部。这个动作很尴尬，对着男生超级害羞。被选出了6位，请站这边。好。来来，趴着趴着，手伸起来，肚子呢撑住啊。以平常练歌的经验来看，这个是练气息和腹部的力量的，蛮有效的。别傻笑，别想臭啊你。请起立。你们知道今天为什么要请到男生来吗？不知道。训练你们的女友力。女友力呢是什么呢？就是给别人看起来像不像个女友。比女人味再多一点，更有亲切感一点，怎么打动他们的心？好吧。我的天，我来到了一个相亲节目吗？你懂得打动他们呢，就可以懂得打动观众的心，懂了吗？懂啊。有这些男生们给他的鼓励，应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效果，女生们会变得更卖力啊。哎，我要继续加油。 OK go。 老师你也要下水吗？老师你也下水啊？我要看你的。老师啊，我给你准备泳衣哦。女生的连身，连身。哎，准备下水。今天泳池训练呢，其实是练他们的肺活量，因为外国人的肺活量跟我们亚洲差太多了，但是我一定要先拉高那个标准去练我们的女团。好，注意各位，谁先起来时间就停止了。3、2、1下。我把你8秒憋，先憋8秒。第二次机会，准备好了没？3、2、1，下水。计时开始。怎么会这么没有想要去征服自己的感觉，就觉得哎我不行了我就起来，他们过于轻松了，就没有把这当做一回事。下一组准备了，3、2、1开始。是不足的，他们常常会把训练当作是在玩乐，玩啊笑啊。我这个做得不好，还不够狠心。好，辛苦了，回休息室，然后顺便呢去教室。